我靠，他把我撞超远的。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方舟生存进化，我是老头奥特曼，我们又回来方舟啦。啊，我们好久没回来了。其实怎么讲，为什么这么久没有拍方舟呢？其实也是一样啦，老样子啦，就是怎么讲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拍啦。说真的啊，普罗米修斯呢，最后一次更新是20号啊，20号更新啊，10月20号嘛。上去看其实也没多什么啦，就是一些 BUG 的修正，然后呢诸如此类的小小的道具而已啊。我想说这些小小的道具应该也没什么好拍的啦啊，所以说老头了就没有上来做拍摄的动作啊。然后为什么突然肚子饿了呢？可恶啊。然后呢也没什么东西嘛，刚才讲过了，所以说呢就没有拍摄。那最后一只的 boss 呢，我也没有打算要拍了，因为呢只有一只啊，要拍什么，拍完就没了，一样十分钟结束也太少了吧啊。所以说呢今天呢老头新添了一个模组啊，这个模组叫做洪荒神话世界。其实这个模组老头之前就拍过了，但是那时候还是个初版。结果呢今天老头看到了说这个作者更新到10月24号之后就再也不更新了。他说他已经玩逆方舟了，所以说他这个工作坊的这个模组呢可能就到这里停止了，除非有人接手啦，不然的话这个模组应该就是最终形态了，好不好？所以说呢我们今天来稍微把玩一下这个洪荒神话世界的这个模组哦，我们看一下他到底里面的内容多了些什么啊。首先呢这个洪荒世界的模组就是长这个样子，他有一个工作台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初期给你用的毒长矛吧，这是毒剑吧？啊，这个早期的话，你来抓恐龙非常的好用啊。但是呢，老头呢已经有这个 super 枪了，所以说我们根本不需要。啊，所以说我们先来把这个做出来，我们已经把工作台给做出来了。那我们先盖一下茅草地基，我看一下要盖哪里哦。盖这个地方好了 ，OK。然后。把这个放上去，哎呦，这么屌啊！来看一下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哇，整个世界，哇，好酷哦！我靠，这工作台看起来好屌哦，四圣兽的意思吗？哦，这个是，这应该这乌龟应该是玄武，然后这个是西方飞龙火凤凰啊，那是白虎是不是？我想把这个拉掉，翻身一直飞，飞三小啊，有没有看见？好屌哦，感觉好像是各个大陆的 BOSS 的位置的感觉。可是我们现在不是在原始方舟大陆咧，这个会不会有错位的情形啊？算了不管，我们看一下里面有什么。哇，钢铁系列的它也放进去了，这么酷哦。然后连这个车子也有，好好笑啊。还有这什么黑珍珠，全部都要黑珍珠才可以做欸。那这个什么，我靠，这个料的材料也太磕巴了点吧。有必要这么磕巴吗？2000个电路元件，然后各种稀有材料，卖脑啊卖脑啊！哦，泰克装备也在这里，哇 ，super 超级泰克那个哨塔，然后这是普通的哨塔的样子啊，这是什么高级哨塔？然后这是一些诸如此类的金属装备啊，金属设施，这是什么东西？高级斧叫什么？盘古斧。这个可以装上去会怎样吗？我们看一下盘古斧长什么样子。我们有水晶嘛，来做一把来玩一下好了。盘古斧是不是？啊，拿来玩。然后是什么？储存箱，这没什么。啊，杂物，这什么东西？召唤出洪荒世界的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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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这是泰坦巨龙吧？泰坦，对啊，泰坦巨龙啊。这是什么？玄武，那该不会这就是凤凰？然后这是白虎啊？那这只哎，这只是什么啊？不知道，四圣兽哎，全部都只需要一个这个就可以了哎。哇，啊这是什么？哦，防护罩之类的啊。哎，所以是差不多道具就这些哇。等一下，武器嘛，武器啊，泰克枪，这个要300个哦。我靠，你在搞我？建筑物看完了，护甲类，哇，这些装备也很屌哦。啊，看来又有一段时间要玩这个游戏，这个模组了，这个可能要玩好上一段时间啦。这些召唤的也太夸张了吧？这些感觉好像是要击杀他们才会获得上面这个叫做洪荒
那个叫什么？神话蜘蛛，神话蜘蛛啊，那个是 B A L 是珠子的意思吧？可能是啊，好，不管了，反正呢，总而言之，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斧头啊，长什么样子？哎，这个是道具哦，这个不是那个、哦，这什么？一只手是怎样？哎，这是焦土大陆哎。为什么？照你这样讲，是不是也有别的世界啊？整只攀在自己手上哦，这么屌哦！里面是什么？两个木头可以盖什么？我觉得今天这一集不用出去外面了，都玩这个就好了。外木头嘞，我看一下还需要什么？哇，全部都需要那很高级的东西。这什么东西啊？我会不会连弄宕机啊？千万不要宕机呢！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好了，我们去试着弄一下木头。不用，我记得这边有木头。这也太好笑了吧！这个模组怎么多那么多奇怪的东西啊？之前玩都没有这样子，现在这个模组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？好，我已经与世隔绝了啊！这模组到底做什么我都不知道啊！然后这两个没办法做，这两个需要很高级的东西，这什么东西？犬夜叉哪里搞嘞？哇，闪光夺命女等等，这该不会只是海报而已吧？连 Overwatch 的东西都出现了，是怎么回事？那我们来看一下，在哪里啊 ？Hello， 使用，果然是海报，我就知道是海报。哎，无聊死了，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东西嘞，果然是海报而已。啊，脱水了，怎么办？没有地方可以建造，我们必须要一个地基才可以建造，对不对？来，盖一下地基。叮，我们把它盖在这边来好了。放这里。So beautiful。嗨，上去。完了，完全不能用。好吧，算了，我放弃了。所以说那只是一个海报而已，是吧？我们喝一点水哈。海报，还有什么可以玩？这些根本都只是海报而已。好，确定都是海报了。我们之后再想办法做出这些东西吧。我们到时候再看这个里面内容物到底是什么，好不好？我们现在呢，剩下的时间呢，我们去稍微外面探索一下。好，我们骑一下我们的，我记得我们之前主力是哪一只啊？我们骑阿根廷好了、啊。才刚讲而已，你看这边就一只啊、哦，那个洪荒啊、哦，神话 Tiger。神话剑齿虎，这可以直接抓吗？啊，大大，不要，大大，哦，有了，抓到了。哈，那他是吃什么的？他好像没有讲特定的材料，吃肉吗？吃肉非常好，哈哈，一下就抓到了，爽！哇，眼镜发蓝光呢，可以直接起，太棒了。好，先在这里乖乖的哦。来，右键，哇靠，他的右键神屌哎，嘣，沙尘暴你，我看一下他的能力值，其实就还蛮一般的啦，但是攻击力好高哦，2267哎，血很少，攻击力很高，不过点一下之后血马上多一倍，然后回血速度神快，啊，果然是洪荒种，我们来近看一下长什么样子，你看。他的屁股有铠甲，哦，他的尾巴也有，哦，看，好爽，没有啦，抱歉，一紧张就乱叫，哦，我们刚才清掉这些恐龙，所以说我们现在没有任何的生物可以试刀啊，啊，我们稍微乱一下，看一下有没有其他那个其他的生物哦，可以让我们好好的猫一下，看一下血，有一只。那只喂食鸟在飞科，我应该打不到吧？尴尬。Hello， 要不要下来让我靠一下？会很好玩的哦。把它射下来，就砰！哦，想太多了。我们还是不要做这种无聊的事情好了。
欸，干，还射到欸，请叫我狙击小王子。欸，跑去哪里啊？大哥，你这样不优啦，大哥。大哥，你在上面啊？算了，这什么逻辑啊？可以告诉我这什么逻辑，可以让他这样在上面无忧无虑的、无忧无虑的睡觉呢？好，我们看到这边有一只阿龟了。阿龟，哎，我跳一下停不下来。哇，又一只神话的马儿，还真多啊！咬你！哦，还有流血伤害，我们看一下右键。嘣！1360，马儿我来了，马儿。好，这马儿应该看起来不会很凶狠吧？等一下，他会不会要靠近驯服？哎，不用哎，哎要哎，我要跑掉了。哎，射不晕，算了，这个可能要胡萝卜抓啊，跟原始的方式啊，算我不理他了。来，我们先把这只 Tiger 呢，把它传回家。那我们看一下这里，哎，看到一只了，这什么？怎么又是马儿啊？哎，我们试试看把马儿给咬死好不好？看会给什么、啊？有，他被我咬死了，这个马直接咩？哎呦，前面那只是什么？大只佬、哦，等一下再说。哎，把他杀死，什么都没给。哎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 boss 吗？哦，真的是哎、欸。嗨，你好，啊，千万不要去招惹这王八蛋，不然怎么死都不知道。你看他的血，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两亿，啊，太好了，这个应该是没办法抓的啊。我们不要想太多，那个神话乌龟王，啊，我们千万不要对他做出不法的那个，不要对他有什么打量啊。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，有这种想法就是死。目前什么都没有啊，依旧是空空如也一片，好不好？好，现在开始这边开始都生这些怪了。哎呦，累格啊！不要累格，是在卡什么？脊背龙，结果那一只居然还在。哎、欸，我们那个。我们挑战 BOSS 的这个战队还在这边啊，笑死，好笑啊！我刚看到什么？有了，我们有一只犀牛哥呀！ Yeah! 可是它是什么？神话王犀牛 King 呢、欸？应该可以直接驯服吧？哎、欸，可以，输一下，你是我的了。太棒了，我们多了一只犀牛、哦。犀牛应该吃水果吧？果然，我们还没有什么水果可以给它吃。完蛋了，我们出门都不吃水果的，都不带水果的。啊，只能自产自销了。来，现场有。好，13个黄色果实啊，这应该就够了啦，够味了，够味了。哇，这么屌、哦！来。啊，站起来了呀！他需要安，我们没有安怎么办？哎呀，下大雨了，人生啊，这是下雪吧，不是下大雨吧？等一下，啊，这个安怎么做？N， 我看一下叫什么名字啊 ？NYTH， 哎、欸，为什么突然变颜色啊？你要吓死我 ！NY。他这个好像要用工作台做出来欸，我们回去。啊，他直接变蓝色欸，他到底怎么用的啊？被动模式，哎，先把你传回家。啊，是不是因为下雪的关系啊？颜色都变了欸，欸，真的，这里变得恶劣的天气了。我们刚刚到了下雪的地带，整个颜色都变不一样了。来，我们回去哦。杂项，他这个没有讲安，他这边全部都是召唤的、欸，那个安怎么办？他该不会那个安
该不会那个鞍是要用原始的鞍给它做出来吧？皮毛犀啊，这个应该是要直接去那个哈，去工作台做啊，直接打皮毛犀好了。皮毛犀牛，犀牛，这个巨犀鞍不是皮毛犀。哇，100个水滴，你在跟我开玩笑吗？好的，我看一下还有什么金属锭，金属锭，我们水泥嘞，我们不可能有水泥这种东西啊。我们看起来像是会有水泥吗？哎呀，哎呀呀，水泥，好了，我们看起来真的是有水泥这种东西啊。抱歉 ，I'm sorry。我对我刚刚的言行感到抱歉。来，水泥送给你，犀牛，看一下有没有啦。没有的话就算了。啊，不然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说真的，噔，因为他没有附鞍给我们啦，对不对？他还只能一般的嘛。在哪里啊？才刚座位就不见了，皮，打一个皮字好了。哎，对，果然如此。游戏走路超慢的，也太烂了吧！等一下，这个笑死。牛哥，你在干嘛？牛哥，哎、欸，这边有一只什么？先抓了再说了。来来来，别走别走，火焰鹿，射不死。耶、yeah, ，他跑走了。妈，射死你！啊！我靠，他把我撞超远的。哦，他去残害我们那边的恐龙了。那到底是什么鬼啊？来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难道那一只不能晕眩，要靠近驯服吗？它要跑去哪里啦？有没有看到神秘生物？要跑去哪里了？要跑我们家里吗？哎、欸，不见了、欸，还真会躲啊！没看见。我们这个血条挡太多字了，可是呢，没有血条我们也更看不出来是什么。Hello， 哎呀，这不见了。好吧，算了，就当它消失好了。我们继续看一下我们的犀牛。好，我们之后有机会再遇到它，再弄它一次，只不知道这样跑到哪里去了。我们在里的，我们去看我们的牛哥哥。我们的牛哥哥看起来就是移动式的堡垒啊！啊，如果呢里面可以，如果里面可以塞很多人在里面啊，如果里面可以载很多人，我告诉你，这绝对是绝对防御啊！没有其他恐龙可以攻击到它。你看它的侧面外壳，你看它的屁股啊，计谋的硬。而且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它会跑这么慢了，因为它在跑的时候呢。他这个铁柱呢，会直接插在地上，强制他不能移动，好不好？难怪跑得这么辛苦，这是辛苦你了。哦，然后一样，血还是蛮多的。哦，你看，点一下能力，他会撒娇，不知道撒娇什么东西。重点还是要跑很慢，没有用啊！天啊！我们看一下冲撞力好了，爆爆爆爆爆！哇，19000，弱弱的，真的很烂欸，说真的。哎、欸，快乐马出现了。哎、欸，这边有月月，为什么把他打死会有巨油啊？巨油的手是怎样？哎、欸，这边好多、哦，多了好多东西哦。
你看有月月，我下次再抓月月好了，把他弄死。边跑边攻击，伤害很高，而且攻击范围很广。我已经莫名其妙不知道杀了一堆了，原来他这是有范围伤害的啊，好屌哦！虽然跑得慢，但是冲撞攻击的威力啊，那是一流的。就这只鹿儿，弄死你！啊，该死的鹿，被我弄死了，非常好。阿甲，哇，一下就这么多材料了。重型坦克火炮手就是你了，这么屌。有没有我们的犀牛哥，好不好？今天我们就做抓犀牛哥，跟我们的这个狼，那个跟我们这个 Tiger 啊，我们这个老虎哥，哦，两只都非常的强悍，哦，还看到了这个龟王，吓死人了。总而言之，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洪荒神话世界模组哦。到后面呢，我们之后会也会找越来越多的这个神话世界的恐龙。好，希望呢可以让我们震惊一下，让我们期待一下吧。那今天到这边啦，如果喜欢我影片呢，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，欢迎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次神话世界模组再见了，拜拜。